台北新车大展。2015台北新车大展登场，十位性感车模登台走秀，乔扮耶诞女郎吸引买气，其中几位还颇有明星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儿，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杨幂，还有莉亚迪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那大家都说我长得像隋唐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那大家的话都会觉得，因为我像短头发的话都像郭雪芙。明星脸加持之外，车展另一波高潮就是耶诞女郎端上桌，增添话题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看准今年车市热销，许多赛车和手工跑车品牌首次登台，车商寄出优惠价格，希望年底销售业绩突破42万辆。这次车展比较特殊的部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新车上市，以及一个特殊的优惠。因为其实在年底我们油价下跌的部分，还有就是日币的下跌，所以就是有释出许多的利多。性感车模抢业绩，炒人气也拼买气。新车展在世贸一馆一连展出4天，直到29号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